这比赛还真的能磨啊，4个多钟了，才打到现在的第十局。这是2024年斯诺克世锦赛第一轮的比赛啊，詹达对阵杰克琼斯，这是4月21号进行的最新比赛。好，大家帮视频点点赞，咱们一起来看球。目前詹达手感是非常差的，2-7落后杰克琼斯。杰克琼斯手感也不咋地，第一阶段就被网友叫成“菜鸡互啄”。好，詹达世界排名第11，杰克琼斯世界排名44，这是两人的第四次交手，詹达1胜2负。好，不多就介绍了吧。现在詹达已经上手了，那大家帮视频点点赞啊，咱们就来看球了。红球堆下方这红球啊，推过来叫这颗，黑球右边这颗也可以。好，叫到黑球右边这红球。哦，这角度的话可以推一库啊。对，不用 K 球堆吧？不用 K 球堆，中低杆啊，或者中杆四灯都可以。选择中低杆。14。哎，这红球堆这里还有一颗有单煞的，那待会就利用这个球来炸球堆。哎，没有角度，那就继续叫黑球呗。22。23。嗯，来了啊，角度出来了，来看一看怎么 K，或者这最下方这块有没有？有的话暂时不用 K，没有的话那就要 K 球了。这是单叫粉球右边这颗，单叫中袋。吃完啊，这个导播还是非常给力的啊！这红球没有，没有的话，那这球就要叫一个 K 球的角度出来了。这球来 K 球，高杆来冲也可以啊，高杆来冲球的。不好。好不好？右边这颗角度很大，要不要强行进攻？嗯，看来是要强行进攻的啊，连打带防，其实准。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！打是有的打，但是后斯诺啊，这球不好，防球到角度太大，更不好，咖啡球。哎呀，再走多一点点，那多好啊，是吧？走多一点点打黄球。不用看了，黄球角度太大。咖啡球后斯诺，两个球都不好。
薄了。I'm the soft today。露个右边中带。单杆39，嗯，哎呀，怎么球落点差了？看来这样子的话要进攻了，薄了。哎，这球可以借杀黑球啊，可以借杀黑球，这球可以打啊，借杀黑球。组合球需要调一下，不打了啊！右边这两颗进是肯定能进，但是同样是要准度的支撑，啊，也是要准度的。哎呀，没打准，进是肯定能进的了。这边直接溜球，炸杆上手，三打第二杆上手，这个还拿不上吗？那么好的一个球型，是吧？其实都说了，两个菜鸟互啄，那太不尊重别人了。那怎么说，人家也是世锦赛的选手是吧？世界排名第11的，还有44的，你说人家菜鸟？人家只是一时状态不好而已。粉球中带没问题，交到。低杆点一点，来叫最右边的红球。粉球左边中带也可以啊，粉球左边中带，对，发力蹬起来也可以，低杆横一库，或者直接低杆点一点横过来也可以，叫黑球上方的红球。选择低杆点一点横过来，好，又是一点点小低杆点一点，来叫左边叫红球，叫一个顺手位就可以。比较直的话一点点，也是一点点小低杆啊，来叫右边底带。21 22对，现在来叫一个带口球，
要叫一个顺手位置啊，往前拉一颗球，两颗球就够了啊，往前往后拉一两颗球，要一个顺手位。现在领先66，台面59，这局就差分了。好，这局就确定拿下了，也太艰难了。K 球这角度貌似也 K 不了啊，进是肯定能进的了，这个毋庸置疑。哎，手感要出来了，那这样的话有没有机会来翻盘？好，那么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大家记得帮视频点点赞啊，咱们下期接着看，好，下课。